哎，我期待的不是雪，而是有你的冬天。我期，哎呦，别期待了，期待啥？不是，在这儿丢人现眼来了。什么丢人现眼？你给人泼了，你不给人道个歉呢？没完了，我那天都跑路了，不知道啊。那你能不能道个歉？道了领来了，不知道道歉、啊。道什么歉？道歉道不了，没完没了了。你这人。好，你这么说话是吧？啊，你这么说话是吧？好，你怎么地？气死你！你气死你！不是你还干啥呀？当啥样？杵的谁呢？就这女的，也就你能要。真的换个人都不行，那都跟他暴力狂。就你这体格啊，你高也没有用，打你八遍，你信不？哎，不是，你怎么说我姐呢？你谁？你姐？她呀，我姐呀。啥姐？我表姐啊。你和表弟啊？对啊，不然呢？亲戚呢？对啊。坐，你这不早说呢，那不整误会了？咱说实话，哎，拿着来。对，不是，干啥呀？你不道歉，那我们破案也不道歉，我还回去不好了吗？不是你，这是别闹行不行？你这么欺负我小弟，你是被使劲行不行？啊！撒手！我不撒，你撒手。你撒手！三人一起撒，来，三二一，哎哎，虎啊！你让我撒的。行啊，那啥，弟，我先跟你道歉啊。你看，中午一办公室，咱啥也不说。你这么的，姐夫对不起你，不是那个哥对不起你。龙龙，啊，那啥，快来，把盆拿走来。然后你这么的，你带弟弟去广场，去那个商场啊，给买套衣服。好的，听到没？好的，去吧。啊，叫人把我的地拖了啊。我干啥呢？坐，这不是意外吗？坐。这你扯不扯？